我们要来一转奥丁喽！再来！皇冠鸭血存十二颗暗珠就打死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OK， 慢慢打。那我已经打过的话，经验会比较丰富。我这边就直接打他个一波，没有不要在第一关洗技能。第一关这边可以的话，就做个全体攻击，一起把他们带走就好了。正常打。重点是在王冠要磨蛮久的，所以在前面的话，我们就先赶快带走吧。五鼠北欧大字怎么配？你说可以塞得下两只？逆转的就是塞两只吧，真心觉得好用。那塞不下两只，塞一只也是不错啊。然后可以搭配上我们的，我记得北欧有一个 buff 吧，就是我好像有一个系列是给北欧 buff 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你可以利用你可以利用那个系列去搭配我们的北欧，等一下可以为大家示范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双翼带走之后，来到第二关。第二关这边也是赶快迅速的带走就可以了，还是越攻越强的样子。攻击次数越多会攻击越强，没错，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尽快带走它就可以了。所以就每个回合都尽力转就好了。欸，这个转的好烂哦。好，一转奥丁还有隐藏技能，转几组自身符石，下回合会额外转出强化符石。真的假的？哎，那是隐藏技能是什么？可以偷偷透露给我知道吗？技能超过一页，天哪，大概是最长的蜂王的叙述技能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跟大家好好一起来看一看那个奥丁的技能好吗？红可可，请问通关的影片会上传吗？你说这个逆转的吗？还是奥丁啊？奥丁的会啊，不一样的技能。欸，对了，逆转过后的技能就会变喽，所以大家可能在之前就要先练好那个我们奥丁的技能了，因为他要进化嘛，所以他技能总不能还是一样啊。OK， 欸，这听起来好多哦，这听起来好多，超夸张的，顺利带走没问题。来到王冠喽，王冠。OK， 好，第一个阶段会帮你补新珠，哎，帮你补血啊，对。好，来。哎，听讲好多，四周带走了。好，第一条血量没有很多，重点在第二条血量。那我们今天开个东西好了，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。进化的动画，好，你看，就是大家可以再看一下那个我们奥丁进化有多帅气。好的，那这个是越攻越强，越攻越强，哎，越战越强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先把它血量差不多耗到一半以下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压血，然后把它给带走。等于是一个全新的卡片了。对啊，我们那时候看技能好像也是一张全新的卡片哎，是吗？我两张新的角色卡都有啦，都抽到了。好，素材存很久，不知道我平常没事都在存素材。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的话，我是抽卡次数非常少的一个玩家，所以我平常都会存下来啦。嗯，然后到要用的时候再把它们用这样子。其实差不多一半了，我们可以开始存暗珠了，然后顺便压个血。等等，好，这样。哎，一听这样掉暗珠，刚才有人说什么四组暗珠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就尽量多存一点暗珠啊。哎，等等，不小心消掉了。接着就是纯暗珠的时候了。哎，又天亮掉，是怎样？好扯的。慢慢打。好，是时候压个血。
贝佐汤。还是有骷髅头。哦，我等下再回一次血量，是不是？他有多少啊？更新太棒了，那我们今天开个压箱了，是时候带走他了。这边只有两组，应该也是带着走吧，我正在想。好，带走吧，带走没问题。重点是如果奥丁当队长的话，你血量超过 70% 就可以发动更新了，所以可以带走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进化的过程，我认为蛮帅的。进化之后很像怪物弹珠的合作角色卡片，大家不觉得吗？有点那种感觉啊，因为它颜色又用的比较鲜艳一点，所以有那种感觉了。好，我们这边就顺利转化我们的奥丁咯。